纠结不可困扰一箩筐，记得帮忙说出内心话。我有一次跟我朋友去洗桑温暖，那里面不是都有椅子，然后有椅子坐下去，我隔一天回去哦，我真的是，然后也不敢跟妈妈讲哦，怎么跟妈妈讲哦，妈妈，你那个痒痒的，我跟妈妈应该觉得很奇怪，你去干嘛乱搞，搞乱自己痒痒？最好的一个方式就去西药房，买个止痒的什么药膏来擦，隔空搔痒有用吗？你在外面一直擦，里面一直。今晚11点，18岁不睡。